今天外面下起了大雨，学妹没有回我信息，担心学妹没伞，所以特意去找她。学长，哼，我看外边不是下雨了吗？我怕你淋着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那可不怕，学长，你别担心。行，你只要带了就行。那我先走了哈，你就过来看看。等一下，学长，就在我不明所以时，来了。现在我就没有伞喽，走吧。走。他居然直接挽着我，我真的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意外收获。你这边都湿掉了。哦，因为这边我这个伞有点小，所以咱俩可能会挤一点。没事，你那边不淋就行了。那你这样，这好了吗？好。啊，真的刚刚好哎。是吧？承认无可取代的认真，哦，我是对的人，最简单的眼神也勾住我心里的魂。